接下来欢迎下一位品家，个性活泼开朗的品家，最大的休闲嗜好唱歌。今天他的表现会如何呢？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看一看吧。皮神老师，黑人老大，大家好，我是品家，今年18岁，那身高155公分，体重45公斤。那我今天要带来的是萧亚轩的《因为你》。这么快按的原因是为什么有大波波口？因为那半唱带那个就是消不掉，对。后面都一样，没有，它就前面好像是有和声的，对不对？就是前面提没有，没有，因为它和声也有主音啊，对，所以听的大波波口辨识不了哪个是它的声音了、啊。后面没有是后面没有了，不是，它好像都是会提词这样的。就是哦，我知道了，唱代字的吗？就代唱性的人在幕后唱一样这样子了。这样子，我们真的蛮难判断，因为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说准备好一个 pose 表演的动作都没设计，就这样准备要唱，所以听到又是有个 double vocal， 到底是不是他？我就变成不这样了，已经知道有这个状况哦，我们也没有啊。软硬体是现在没有办法现场改的嘛？那我们用专业的耳朵，我们启动。OK 了啊，好来，来来，音乐直接再来了，好不好？我们听你的声音，尽量清楚一点。这个不用启动，专业的耳朵都听得到。关掉，关掉。走音了啦，走音了啦。然后我时间念不够。没有理由 ，no excuse， no excuse。知道是淘汰赛，不能拿一个没准备好的来比赛。对，就声音来讲的话，直接已经被按打不。那我觉得其实在那个唱歌之前的一个吸引观众注意的那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也许只是一个眼神，一个态度，一个呼吸，它都可以吸引人家注意，我觉得那是一个准备的。那今天他有没有？今天没有看到一个跳跃的跳场，台上所有的这个表现，但是其实没有，没有让你，对，没有让我们准备要开始了。我觉得我好想很想看你表演，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重点。小伟老师呢？其实这样的表演跟在一般 KTV 里面的嗨是差不多的，所以应该要特别嗨了。对，欢迎下一位。在单杠中气质路线的巧立，最重视自己的外表好不好？今天他的表现会如何呢？我们快回棚内来瞧一瞧吧。各位评审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巧立。今天呢，我要表演的是排笛，歌曲是《龙的传人》。然后呢，在演奏之前呢，这首歌我想献给所有的华人，谢谢。龙的传人。吹奏了啊、哦！但这首歌吹起来实在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悲壮的感觉。悲壮，对，对啊。不过就技术挑剔来讲的话，像这种直排笛哈，它比较不会因为乐器本身结构上而走音啦、啊，它是对洞气音贯在贯穿那个洞里面产生的共鸣这样。所以对洞都 OK。对，但是就是比较不会有让它差音走音，像弦啊有没有按错就会走音，这种不会。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对洞对的不准的时候，那音的饱和度是不够的。它在大概前面三小节的时候，大部分都得找不到位置的情况之下，那没有按喇叭是因为它还好没有走到别的音乐。那可是就技巧而言是不够的，就是你知道吗？我相信你自己吹也就已经渐渐，为什么？对洞中间吹共鸣比较大嘛，那回响声音比较厚嘛，可是吹到那个竹片旁边的时候就有点虚掉，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刚观众有没有听得出来，不过我是因为我们常常要听不同乐器的表现，这就是一种无味道。比如说悲壮，我觉得刚刚是虚壮，虚壮，因为悲壮是那贯穿音要贯得很扎实。那小伟老师你觉得呢？我觉得表演的部分还好，但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它的造型，因为这件洋装其实穿起来有点老气，那加上你头发也没有特别整理的话，其实蛮扣分的。所以你刚刚说是要献给华人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呢，常常呢有些人他事实上我觉得常常有些人会就是故意去排挤其他人，就不够团结，所以我想借这首歌希望呢大家能团结在一起。这是比较深层的一个期待。对，因为大中华地区嘛，刚好借这个机会也是很多算是炎黄子孙都可以在看，借我们这个节目啊联系彼此之间的感情。我们是觉得这么小还有这种情操，那是很让人家动容的。没错没错，还想得到这样子，用一个直拍题来提醒大家要团结，团结，那真的不要争了，对不对？好，谢谢，谢谢乔丽，欢迎下一位 Ellie。个人特色强烈的 Ellie 在上次比比中看得出来已经有进步了，而今天她的表现能有更大的突破吗？我们赶快来看一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15岁的 Ellie， This is Ellie， 今天要带来热情的 salsa。All right，music。兰博老师早就想按了，对不对？一开场就想按，怕，但是怕破纪录啊。但是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跳一听音乐的那感觉是很重要，就是你听音乐不能用耳朵听音乐，跳舞其实是用身体在听音乐。但当你身体没有在音乐上面的时候，其实是很怪的，就是好像就像我们看到没有电视在播一个 MV， 然后它是跟歌词或跟音乐是不合的，那种没有节奏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例如说一个当当当哒哒哒哒哒，那其实都是要身体要跟着那个节奏来。示范一下，刚刚比如说这个舞蹈，你应该是用怎么样的身体去听音乐？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跳任何女孩子的舞蹈，我觉得腰部是一个很重要的。刚刚那个音乐可以吗？可以啊，是来试看。